这才是真男人之间的巅峰对决。外国300多斤大力士来华挑战农民工，体重上的巨大悬殊让朱丹都大吃一惊，舌头都卷成了一团，因为他看到了农民工竟然一拳打出了500公斤的分量。这个农民工就是中原飓风阎锡波，别看他现在平平无奇的模样，但他可是打日本人最狠的中国拳王。即便阎锡波完虐300多斤的大力士，但仍然有嚣张的家伙瞧不起阎锡波，只因阎锡波年龄比较大，还是农民工出身。那阎锡波就让他们见识一下500公斤重拳的分量。为了让更多人看到阎锡波的霸气，望兄弟们动动发财的小手点个赞，小编祝兄弟们发大财。首先他的对手就是日本的立石御膳，有着狂犬的称号，赛前狗叫有多狂，赛后就被打得有多惨，这个日本狂犬算是啃到硬骨头了。比赛开始，漂亮，一上来立石御膳就是黑心，这就是典型的嚣张遭雷劈，赛前还扬言要一回合终结阎锡波呢，没想到这么快就被终结了。这场比赛让对手在擂台上非常难受，赛后整个人面目全非，一拳下去就将对手的牙齿打掉5颗，简直就是秒杀 KO。 这场比赛也是昆仑决最快 KO 记录，还真是赛前叫嚣有多狂，赛后就被揍得有多惨，整个人都没有反应过来就已经被快速终结了。阎锡波快刀斩乱麻，这个膝是打到一些，而且大家看到阎锡波是直接的后头的迎击拳，直接把立石御膳打倒在地。 KO 获胜。接下来阎锡波对战的选手是韩国的李载荣，这家伙更是猖狂，赛前不断的垃圾话挑衅阎锡波。나이는많은데실력은없는것같습니다，그냥나이많이들었으니까이제운동그만하고그냥지도자나했으면좋겠습니다。상대별로세다고도생각안하고요，제포지션만잘나오면그냥이기는상대라고생각하고있습니다。小子，这次比赛我会给你上一节让你终身难忘的课。양진구아저씨이제나이도있으니까이제그만두시고고향내려가서체육관이나차리세요。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他是如何被暴揍的吧。红方选手阎锡波，蓝方选手李载荣，双方上来还是简单的试探环节。这场比赛之前两人都已经是剑拔弩张的，那比赛的过程注定不会太频繁。阎锡波的拳头非常的沉重，不过他在地面上的技术也很到位，而对手是专门练习摔跤的，他是更倾向于打地面的，现在也是找机会进入地面。不过现在两人都是在站立上不断的虚晃，也没有主动换拳的意思，很明显阎锡波身上的肌肉线条非常完美，看上去比对手健硕很多。现在西波要做的是朝他的左侧弯曲躯干发力。韩国选手们举起一个大拇指说没有问题，这个对我形成不了降服。我们来仔细的看啊，这把位要把对方的胯往后拉，然后把颈椎往下压，两个动作一起使劲才可能够完成。现在对手的比赛的服装呢，往下滑动了。现在对手占据上方把位，不过阎锡波也将对手控制得很死，双方现在太靠近围绳边了，没有太多的空间给两人施展。裁判上前将两人分开之后，两人重新以这样的把位回到擂台中央。对手的地面技术很强悍，刚才的抱摔非常突然，好在阎锡波很快找到防守的机会，控制着对手的上半身，不让他有太多的砸拳机会。双方现在这个把位很长时间都没有动作，韩国选手非常想砸拳阎锡波，但他一时间也根本挣脱不了这个把位。在摆脱了，如果进入侧压可能就形成姿态优势。现在看蓝脚怎么样了，把那条腿抽出来，他很明显要进行侧压，骗了一个动作就提升，拿到后背。好，阎锡波解脱了，好，看这边地面砸击，这是他最擅长的地面砸击。对对，这个地面砸击看看能不能直接。把头摁下去，把对方的头摁下去，但是双方的攻防。阎锡波不断的转变身位，很快拿到了上方优势位，随即就开始对对手进行一系列的砸拳，绝不会让他有太大的反击动作。
很快就将他终结了。这个裁判可能终止比赛，如果是有可能已经没有办法做防守了吗？对，没有了，没有办法做防守了。第三场阎锡波对战的依旧是日本人，名叫曾我英将。这场比赛也是快速终结对手，毕竟中国人打日本人往往都是有 buff 加身的，不会让日本人在中国的擂台上耀武扬威。两人还是在战力上相互试探，先摸清楚对手的套路。上场比赛就能看出，阎锡波不仅是在战力还是地面都有着很强的实力，在擂台上将对手打得非常难受。这场比赛当然也不会例外。上曾我英将，阎锡波回来了，回来了，阎锡波中原飓风再次刮起，没有进入地面就结束比赛了。这场比赛对于阎锡波来说太重要了，这场比赛是他的回归之战。想必曾国英将也没有想到中原飓风阎锡波的重拳重锤是这么的强大，非常兴奋的阎锡波，这个比赛太的出乎意料。打日本人还得是阎锡波呀，永远不会让大家失望。每一场比赛都是飞速终结对手，打得非常解气，观众看得也非常过瘾。抗日悍将的名号也不是白来的，仅仅20秒的时间就终结对手。要知道对手也是日本空手道冠军，不仅是比赛经验还是技术都很强，但在阎锡波手中根本就撑不过一回合。裁定红方选手在第一回合20秒 TKO 获胜。阎锡波中原飓风秒杀曾我英将，曾我英将啊，刚才也是和阎锡波拥抱的时候，表情也是非常的服气，非常的佩服。酣畅淋漓的大胜，掌声送给阎锡波。是经历了最后一场阎锡波对战的是日本悍将天草四郎，我们废话不多说，直接来看比赛。碰拳之后，阎锡波直接高扫，先给对手一个下马威再说。这场比赛依旧是很快结束，一旦遇上日本人，那阎锡波的气势就要完全爆发出来了，简直爆发出300%的实力。而日本人反应很快的暴摔阎锡波，这时候两人都展现出了很强的实力，场面不断的发生转变。这场比赛两人的节奏非常快，根本就没有打完这场比赛的意思，都想将对手提前终结。现在感觉到阎锡波呢，他不同于其他的中国的英雄走了，但是力量特别的足，所以说那个本能的摆动做的拳非常的多，而且他抓紧每一秒的时间。咱们看到天草四郎的非常犀利的破腿，现在把阎锡波狮子步，而且主动倒地的这个狮子步，但是阎锡波没有了啊，反力非常的大，爬了过来。现在天草四郎站了起来，双方回到站立的状态，阎锡波再次控制拳。阎锡波非常的壮啊，发力也是非常的。现在阎锡波处在上位，将对手狠狠地压在身下，并且还有很多的砸拳动作，这一次绝对不会放过 KO 对手的机会。阎锡波这一拳拳的砸拳非常凶狠，但是对手还是在地面上挣扎。日本人的抗击打普遍都很强，就看这个日本人能在阎锡波手中撑到什么时候了。日本选手在下方不断地转变自己的身体，想挣脱这个把位，但这都是无用功，阎锡波不可能放过这个绝佳的 KO 机会。看到四郎现在是靠着笼子，然后企图想站起来，阎锡波继续做站立的砸拳，砸拳，砸拳。天草四郎还是现在拼命防守，阎锡波加紧自己击打的频率，而且呢非常危险，这个对阎锡波非常危险，非常 KO 了，这个应该裁判叫停了。阎锡波在重庆，阎锡波阎锡波太强了，每一场比赛都是振奋人心，场下的观众都是激动的呐喊，并且都十分的解气，观赏性绝佳。大家觉得阎锡波打得酷吗？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本期视频就到这里，点关注不迷路，下期视频更精彩哦。30岁的老将，这场比赛太精彩了。本场比赛经过裁判裁定，红方选手在第一回合2分01秒 KO。